板桥中山国小舞蹈班演出舞马妞妞星球游乐园，活泼轻松的曲调加上小朋友精湛的舞蹈表演，为2016顽童闹动游乐园的开幕典礼带来热闹气氛。迎接圣诞节，新北欢乐耶诞城已经开城，更精彩的东乐园有海盗船、欢乐小火车等游乐设施紧接着登场，要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开心的玩。今年从礼拜一到礼拜天都开放，从早上开放到晚上啊，欢迎喜欢我们新北市的欢乐耶诞城的广场的好朋友们，一起来走到万平公园来，带着小朋友分享全家的幸福喜悦。尤其在岁末年冬的时候，全家有个温馨的感觉是超棒的。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为东游乐园开幕带来好消息。往年东乐园只限定学童独享，今年则是有亲子共乘的游乐设施。另外，今年特别的是设置5层楼高的摩天轮，这不仅是东游乐园的新地标，还可以让大小朋友从站前广场眺望新北市都会公园的美景。小朋友上去的时候感觉也很好奇，可从上面看到下面的世界就觉得很新奇啊，然后觉得就很高兴，就是在上面就是有点手舞足蹈的感觉，就很开心啊。好幸福啊！突然间变成一年级。还有嘞？不知道，感觉我又变回小时候了。我们很开心。为期24天的东乐园，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新玩法，而且假日另外安排表演活动，最适合亲子一起来。另外，主办单位板桥区公所提醒大小顽童，冬季温度多变化，记得添加保暖衣物，避免感冒了。更多顽童闹动游乐园相关资讯，请洽2968-6911/502，或是到板桥区公所官网查询。数位天空新闻板桥报道。